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睇 Pokemon WiFi Battle。我哋今集继续用我哋上次嘅铁火辉夜血翼队咧，咁啊尝试继续冲下分啦。咁啊，睇下到底呢队铁火辉夜队可以有啲咩考验啊？因为始终铁火辉夜咧，老实讲，之前咧试过咧，就配呢个火降兽咧，个效果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火降兽咗嘅铁火辉夜咧，有个好共同嘅弱点就系两只精灵都会比较钝啦，比较少干预性啦。除咗呢个寄生树种子之外，咁啊变咗成件事会打得好被动啊。所以咧就将呢个火降兽咧转做火猫啦，增加下马威同埋一个进击性嘅元素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即此咧令到个节奏咧带动得比较快。咁啊，另外仲有 Coco 啦，咁啊呢一只精灵咧亦都系用嚟主要用嚟带动节奏啦。好啦，咁啊遇到一位千分嘅对手。咁咧，佢系用呢、這个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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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呜呜嚟嘅，我知咩嚟嘅，麻烦嘢啦，唔知就系、是，好啦，我哋嘅手法系 Coco 加火猫呢个就定咗噶啦，跟住菇都系定咗要大噶，最后一只睇大啲咩嘅啫，而家系，另外佢仲有啲缩小神蛋啦，比较麻烦。我清楚呢队可以玩啲咩玩，主要系用嗰啲交换防守啊，用嗰只左下角嗰只钻石交换防守，跟住俾只神蛋，跟神蛋就缩小啦，最基本一个玩法啦。最后一只一系大铁火辉，一系大 Finny， 我觉得。大血液做个爆发，定爆发啲嘅输出好咧。好啦，射大 Finny 啦，好麻烦啊！呢堆嘢虽然都大概知系咩嚟，但系都知好麻烦啊。乜原来已经解咗禁啦？话时话呢个呜呜，因为呜呜嗰招 set track 咧，其实系早嗰排系话有笔啦，会轻机，所以就应该 ban 咗嘅啲嘢。好啦，咁手法呢个前跑虎同埋呢个卡婆明明啦，咁然后咧对手手法咧就淘汰圈同埋呢个欺空手人造细胞神魔啦，咁啊应该想有个下马威顺风咁样啦吓，咁啊有机会咧就会做啲 follow me 之如此类嘅嘢嘅。好啦，呢一招系毒系嘅保护，想做个双保护先啦，先拍个下马威。嗱，升完啲咩咧？升攻击力非常好，冇声回避就 OK 噶啦，仲降埋命中添。不过都唔太怕佢呢啲招式命中噶啦，老实讲。咁啊，呢个时候佢应该就要放弃空噶啦。放气空我哋可以回收翻个下马位置。呢个时候咧，其实唔好急住杀去淘淘犬好啲，反而挑拨佢咧都系卡场会比较好。系啦，咁啊做个 follow me 啦，另外一边就应该会放气空噶啦。因为陀陀犬咧，原本又应该一血根嚟嘅。对住呢队咧，唔使急住杀佢，反而升翻命中啊佢，降咗咩咧？降咗速度，咁冇意思啦。陀陀犬应该就俾我降咗呢个命中，咁啊有一招保护，一招 follow me， 咁另外佢有机会棉粉同港防啦吓。因为我哋蘑菇花枝打唔到出嚟啊，因为 Coco 嘅场地喺度。我觉得可以继续攻击嘅，而 Coco 呢边咧，我会继续选择继续挑拨佢另外一边。好啦，咁啊保护，佢系想我打死佢只淘淘犬嘅，呢个系，唉冇打死淘淘犬嘅，想太多啦你。
草长啊，系咪先？大字爆桃桃圈喎、啊，我见过嘅呢样嘢都，不过见过，但系通常啲好多人都会唔用，因为个繁荣性太低啦，你强迫自己退场啫，呢招基本上其实有啲更加劲嘅招式嘅，即系如果你想强制自己退场，例如呢、這、一个诶接力棒啦、U turn 啦，有非常多嘅招式啊，可以帮助你退场。好啦，我哋居然估系喐先嘅，慢过去嘅。好啦 ，set 技打出嚟啦。我应该一个超 set 想打死你 Coco 嘅。哎呀，好啦，攻击招嚟嘅。咦，系攞只菇喎、啊。都系嘅，我基本上都唔理佢嘅，啱啱喺度，系我唔尊重佢嘅，佢依家招式系打得靓嘅，咁可惜咧就冇龙母班加拉啦，龙母班加拉打呢啲队咧非常优秀嘅，其实，好啦，我哋系冇带铁火辉儿嘅，但系。对付强化队最好的手段是什么？就一齐强化嘛！我哋冥想啦 ，Vinny。尽情咁冥想啊！咁啊，对面即系我见过鬼仲怕咩？见到佢啲超能力招，嗱嗱声换走只虎啦，嗱嗱声换走只，我特性交换。咁呢招就令到佢唔怕中毒啊，应该系嘛？好啦，投掷地球。OK。咁啊，希空做两个回合啊。继续冥想，唔使惊。呢一边我哋就可以一下漫威一扣落嘅啫，基本上。咁我扣落就即系早啲做下嘢会有啲优势啦。吸落咗只吉利蛋先啦，另外嗰边嗰只包子都唔理佢啦，尽量都，因为我哋有超，我哋有哦系啦，有保护、欺凶、超能力招，咁仲有招应该都唔交换特性，咁啊冇得用啊，对我哋嚟讲，咁我哋特性都冇咩好俾佢交换嘅啫，我哋啲特性咪随追换就换，我哋唔系啲两只都精灵都唔系啲好劲特性嘅精灵嚟嘅，即系好即系唔似啲可能威吓啊或者大力士啊呢啲俾人换咗好伤嘅特性。咁啊，对面已经卡墙噶啦，咁咪由佢噶啦。我都想扣落嚟嘅，但系你话咗俾我知你装超石嘅，所以我唔扣落嚟噶啦。咁啊，另一边就好努力咁样继续投掷地球啊，咁啊努力，请你努力加油。咁我哋拍落成功，拍走咗佢个进化辉石。好啦，欺空完咗啦，数错欺空枪喎。我哋欺空完咗，咁就同我原本计划少少唔同添。原本我系应该谂住系会想，会想换 Coco 上嚟嘅欺空着一枪，咁啊完咗欺空我直接电射车埋佢，不过冇呢个可能性啦。好啦，咁可惜打唔中啦吓，都几硬喎，打甩咗佢粒飞石，跟住再冥想咗两次都扣佢咁少。啱啱对面再开欺骗空间啦，我挑拨完咗啦，吉利蛋就咁呢个时候咧，佢好有机会会继续去补血同埋缩细啦吓，嗱换走咧卡墙嘅呢个炮子啦，咁呢时候出咗虎虎啊，咁啊有啲危险啦呢一下，好有机会会用呢个自我暗示。用自我暗示就比较麻烦，数错欺空是一个比较大的 XP 嚟，老实讲。咁啊，依家有个机会会用交换防守啊，咁啊等只吉利蛋升高啲防卫力，麻烦。
系啦，交换个，呢个唔系交换啊，平分防守啊。今日借咗护护啲物理防卫力俾佢，今日继续补血啦，跟住。咁我想只跑夫快啲死嘅，其实。啊，护护系坚硬特性嘅，咁唔系只攻击型嘅护护啦。咁即系代表，嗱，扫扫气空听先，费事做同样嘅错，继续冥想啦，我哋都系。咁另一边厢就是跑虎继续要攻击嘅，要俾个压力佢啫，吉利达唔可以继续缩小住嘅。好啦，力量平翻就降低我哋攻击力。快推嘅缩小啦！睇唔到能力俾人分咗几多先？咁有啲廿倍嘅啫呢个。好啦，咁啊上翻 Coco 上先，回收翻 Fake 啦，呢个唯有。死缠烂打，重系招式唔俾人换走。好啦，今日佢嘅缩小。嗱，如果呢下我 Finny 打中咗月爆咧，有得玩。哇！但网佢扣唔少啦，我又。咁少就麻烦少少，换走先咁样，太少啦真系，扣太少。杀咗护护先。嗱，如果真实打比赛咧，其实咧，大家如果都知道啦，一个弯咧系得15分钟嘅啫。咁如果打呢啲队咧，好多时咧都系会清晒佢缩小嘅精灵令嗰边嘅精灵咧，等我哋嘅精灵只数比较多啦，然后咧拖晒嗰15分钟咧，你就取得胜利嘅。但依家就好明显就有啲难啦。唔紧要啦，尽量试下啦吓，点样处理呢场？咁我哋可以食一次头炸地球啫，呢个剩翻。呢个连补就系。呢、这个连补真系几大剂，呢个连补 Coco 唔死便死，输呢个连补啫。同埋嗰平分力量真系太阴啦，嗰下对我哋嚟讲，
我哋咁快，我哋叫拣快啲啲招你噶。对面个思考时间短过我哋，跟对面谂多啲，再打。唉，非常等我死咗，打唔中啊！嗰下连宝真系好伤啊！我支电声系流嚟打落去度噶，支电声打唔中，打唔到出去变咗。嗰个支电声，各位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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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打唔中，打唔中，哦 ，GG， 冇计。哇！连武搞到我打唔到电石，咁嚟个总伤害一嘢砌死佢噶嘛？啊！同埋我谂过俾乌平分咗力量之后，真系咁实力，早知平分完即刻换走佢。我知乌好实力嘅，即系扣咗我一半咁滞，将我只 Finny 嘅伤害，但系我 Finny 强化咗好几次，我扣落咗佢个进化辉石，但系唔知点解仲系非常之硬。佢冇强化我特防嗰啲噶嘛，净系缩小啫嘛。唔明，唉，可惜可惜，几有趣嘅。同埋佢俾我超 set 執咗隻菇嗰下係 misplay 嚟嘅，依個真嘅。一隻菇去搏中嗰招 ，Kia Smoke 就即係削弱翻佢嗰個縮小。有待改善呢場，好玩嘅。即係開始識打呢啲隊咧，就冇話驚嘅，不過都係麻煩咯，都係大家喺度玩運氣。好啦，我哋見到一隊，哇！神馬賴達。这神马来的一堆水系啊，好难打，超难打呢队。双落雨手，跟住一隻落雨嘅，跟住 mega 水箭龟 ，mega 血液，跟住一隻攞嚟大气空嘅，应该唔会出嘅。其实打我哋，基本上都出双雨噶啦，对我哋嚟讲手法。咁啱咧，我只铁火辉又转咗新 setting， 试紧啲。其实呢队嘅铁火辉试紧新 setting。有一隻順風手，一隻欺空手。其實幾好啊，好似依家係變咗幫我哋 set up 緊嘅。
我覺得。佢呢一個手法係有啲驚我哋順風，又想開順風咁樣，應該係。我直接暴風打埋嚟，我哋攞。咁啊，因為佢係非人系啦，可以直接中個蘑菇炮子啊！咁啊，打到蘑菇炮子，咁啊就係成日換走只菇俾補補血啦。咁啊，用再生力呢個特性，咁就可以換血液或者換 Coco 嘅。咁啊，換 Coco 啦，我就換血液嘅好處就可以威嚇佢只碧女石啊，女石。閃光啊！黃金城牆咁啊，換走咗呢一個大罪歐啦，換咗隻閃光水箭龜上嚟啦。咁啊，佢好有機會開氣胸咁樣，開氣胸，但佢要頂一下落雨 Finny 嘅冥想逐流，到底頂得住咧佢？得防唔係話真係非常之高嘅啫，隻石頭應該頂唔住係啦。咁我哋依家攞咗個大優勢啦，基本上就輕鬆打。咁啊，魚盤水箭龜 ，OK， 夢特性。就依家我哋攞曬啲優勢啊，有落雨嘅啲加持嘅 Finny 啦，冥想咗嘅，佢有隻高速嘅 Coco 壓制住水箭龜啦。咁啊，呢個時候上翻大追歐上嚟，咁冇太大意思其實。咁我只大嘴鸥其实佢瞓咗觉之后系未喐过嘅，所以应该就咁样打稳阵啲。因为而家电场 Coco， 所以都唔太惊。嗱，咪瑞士龟 Mega 进化，大龟。大龟就保护合理嘅，都估到你噶啦。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就大最后喐一喐啦，起码有机会醒啦。下推开始，始终我点解会唔用十伏特打我只大最后度？因为我比较惊佢水箭龟呢个时候夹硬喐啊，一夹硬喐就好麻烦。好啦，呢个时候就用逐流收头啦。咁其实佢水箭龟都好有机会会换走噶啦。都唔紧要，即使佢唔换走，都整个电石俾佢睇下，上嚟都食个电石睇下。总之，而家个电石系点都打落你度噶啦，除非你连补啊。嗱，咁啊，佢冇保护啦，咁啊，电石打出嚟，咁啊，直接收走水箭龟啦，可以。因为我哋咧系主要喺个手法上攞到好大嘅优势啊，俾我哋只 Finny 冥想咗啦，再加你送个雨天俾我啦，咁啊，其实你自己一只咁怕水嘅嘢咧。就仲要咁樣放出嚟咧，咁其實好危險嘅。即係你有冇帶到呢個樂天河童啊？我唔知點解樂天河童雖然話唔係話真係好克制到 Finny， 但係起碼會一定嘅即係壓力啦俾我。好啦，咁呢時候咧就醒咗啦，咁啊用咗順風，太遲啦個順風已經。咁啊，用逐流嚟打大最後好簡單啦。主要係如果水箭龜佢嗰位換咗之後咧，都可以食埋逐流嘅傷害啦。始終依家落雨再加冥想過咧，其實就算係換水係精靈出嚟都痛嘅。咁啊，最後一隻精靈啦，係蚊香蛙咁啊，輕鬆啦，咁啊完美贏咗噶啦。基本上佢就應該冇乜可能可以打贏我哋長水呢兩隻嘢嘅。啊，投降！咁啊，今日都一胜一负啦。咁啊，唉，神打场都算稳噶啦，有机会赢嘅都系拖到，但系后面都争少少，有啲可惜。不过咧，唔紧要。咁啊，始终系一次经验嚟嘅。咁啊，嗰下去连补搞到，因为我谂 Coco 系十电一下嘅，再一下电石嘅，一电石系必中咧。
我好努力咁留住嘅，可惜我哋 Coco 系冇冥想啦。我一呢排见到啲冥想 Coco 真系恐怖。如果冥想到嘅话，其实冥想翻多几次咧，一秒杀咗只神蛋都未必话冇可能。咁啊，同埋估估嗰下平分力量，其实唔系第一次见噶啦，但系又俾佢阴到，咁都非常可惜。好啦，咁啊，今次呢条片暂时嚟到，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